台铁便当宜兰开卖樱桃鸭风味餐一百块，来哦，来买好吃的便当哦。爱吃台铁便当的人有福了，即日起在罗东火车站也吃得到。台铁便当本铺仿照普优马号车头造型，推出宜兰风味的五种便当。还蛮期待正宗的铁路便当，很特别啊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话，其实可以吸引很多人来看。是宜兰风味餐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樱桃鸭，好香。